我新买的羽球到了，现在要开箱歌。现在要准备私募了。2000 years later， 撕好了。这个是一个玻璃杯，这个是用来固定玻璃杯的东西，未时区的上盖。Later， 终于组装到一半了。组装的时候我就没拍给你们看，因为实在是太难拍了。现在要放玻璃罐下去了。先把大哥的海绵放下去，下面盖上盖子。放装了水的玻璃罐，完成了。现在要组装喂食区了。2 hours later。组装好了，这次也是因为组装是太难拍，没有拍给你们看哦。现在要用特制的塑胶卷来固定用来组装喂食区的亚克力。好了，这是蚂蚁们住的地方。要喂食时可以打开这个盖来喂食，有透气网的哦，但是也要涂一层防潮液在这里。这是这个蚁巢的厚度，这个蚁巢的价钱大概在70到100令吉之间。这是用来阻止蚂蚁到另一个区域的东西，这是用来保湿的装置。这是连接口，这是用来固定喂食区亚克力的塑胶圈。经过一番装饰后，喂食区变没了。我铺了干净的沙、干净的贝壳和保湿装置。本周影片就到这边了，记得按赞订阅和打开小铃铛哦，请持续关注观影乐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了。